其实无所不在。为了让基隆市国小五六年级学生从实际体验中发掘兴趣，町内国中利用空间设计营造出银行、物流中心及便利商店的情境。自成立之初便邀请国立基隆商工商业经营科协助课程规划与授课。讲师们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博大精深的商业管理概念转化成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观察到的场景，结合时事介绍宅经济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影响通货膨胀。在门市管理及物流体验方面，学习行销的概念、商品条码所代表的含义，借由操作智慧型 POS 机系统，实际体验收银工作。小组团队支援前线活动，让学员将商品与收银结合，搭配物流包装动线，完整体验电子商务物流的最后一里路。最后搭配购物奖励，让学生加深操作印象，期待学员从中了解到未来想从事相关产业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与个人特质，并从实际体验中去发掘兴趣。基隆市町内国中张燕婷校长说，非常感谢国立基隆商工商业经营科团队在町内区域职探中心初创之时，就提供最专业的协助，规划了许多从中做中学的课程，让国小五六年级的学生在实际体验中认识生活常见的金融理财、门市物流工作的内容，更结合时事如宅经济、电子商务，以及最近因战争衍生的通货膨胀等。学生不只是认识、体验与生活连结，更期待孩子们从中探索自己的性向与兴趣。基隆商工洪光贤校长说，一个概念是从我们借由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适性的一个体验探索，然后进而去了解这个商管群的一个课程内涵以及未来发展。基隆市立町内国中区域职探中心自成立以来，与国立基隆商工商业经营科携手致力于本市国小高年级生职业试探体验，持续精进相关课程及设计教学活动，其本市职探教育能确实向下延伸并全面普及，让每个孩子都能从做中玩、玩中学，认识自我职业性向，提早规划属于自己的未来。公民记者张宇辰、周庭伟、杨海辰，基隆暖暖区采访报道。